哎，北半球在下雪，忙着过圣诞节的时候，南半球在捕虫大会啊！哈，耶，露营地，太好了。应该再隔一天，露营地就会有人了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来参加一下露营地的开幕典礼。哎，哦，你们大家都立正站好是怎么一回事？哎，龙克斯，嘿嘿，哈哈。哦，好，我这个岛呢，也没有什么花哦。好，好，来参加吧，开始吧。我不确定呢，我可以抓到什么虫啊？这个岛呢？我才种了几朵花，会抓到虫吗？哪里有虫？我希望3分钟至少让我抓个。哦，这里这个，过来过来，哎，过来一下嘛。哦，露营地盖好在这里了。哎呀，我的南瓜也长出来了。哎，好，哎，现在不是感叹这些事情的时候。哪里有虫？哪里有虫？这个岛根本才刚启用不久啊，哪来的虫啊？天哪！哦，那边对面有蝴蝶，好，我直接飞过去好了。哒哒哒哒哒！哎，等下不是，这里一只。耶！赶快赶快，至少5只嘛！这里，2只，再三个。我刚刚好像吓跑一只虫了，没有注意看到。虫虫虫虫，虫虫虫虫。还好还有3只哦，赶快我们看看能不能凑到5只哦。这个岛根本没有什么虫，救命哦！还好哦，哎，为什么这个时候虫才飞出来啊？吼，太令人生气了吧？只有6点，好像要10点才能换东西嘛。我们再参加一次吧，集满10点，我们至少换一个奖品。哎，这边有很多只的，都给我出来啊！在这边不是很多只，这里。哎呀，绣球花开了哎，粉红色的，好可爱哦。刚才这边不是有好几只？哎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！可恶！哎，刚才经过这里不是有2只蝴蝶吗？怎么不见了？蝴蝶飞去哪了？你就要再到对面来了。刚才那只，哥过来。哎，怎么不小心切换道具了？有了，这次一定要5只哦。这里，嘿，
上面还有一只我看到。哎、欸，想不到这样也可以抓到。然后这次有机会五只哦，再一只就好，再一只就好。现在已经跟刚才的记录持平了，再回来这边吧。哦，有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有五只了，达成目标，我们再来继续抓。哦，这边又有一个。打白斑蝶，哎呀，有气球，有气球，我要停下来打吗？打一下好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打到。好，我们再继续抓。阿姨，阿姨在那边不知道干嘛。这边摇一下，是不是有黄蜂哦？没有，好，这里，耶、yeah, ，七只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能不能再来一只？有，八，这样来得及吗？旁边还有一只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，没有，八只。我要点数16点，万刀手哦，地毯呢？哇，太好了！瓢虫地毯我很喜欢呢，瓢虫地毯超好看的。你好，你好，太好了！哦，真的吗？太好了！哈哈，哈哈，先拔草，用花和家具装饰一下。就这样子，尼克讲的种花应该就是开始要我布置岛的吧？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努力把这个岛呢用成三星的，然后 KK 才会来这边唱歌。上次救了海盗旅游之后呢，会收到什么？连身裙。这个。这个海盗连身裙啊，拿来送人好了。哎，哦，今天有卖猫草哎，猫草可爱，猫草让阿一跟阿盼都可以各拿一个。微波炉的话，好像可以送给七七，对不对？买个微波炉给七七好了，这个有这个碎花雨伞呢，这好像可以送给小桃，那种少女心的角色。不过呢，现在因为还在举行捕虫大会，我现在没有办法送礼物给他们，那我就先等到晚上的时候再来一个一个送这些礼物啦。好的，那我们可以开始来一个一个送礼物啦。嗨，小桃，哎，辛苦你今天抓虫喽！我要给你一把雨伞，这个碎花雨伞，很少女吧？真的哦，收下吧。你好像蛮喜欢这件衣服的嘛，来，这个给你。因为上次给你那件细肩带，我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哦。这次呢，这个海盗连身裙你就拿去穿吧。对对对，真的吗？赶快穿一下吧。哦，这件好多了，嗯，很好看哦，非常好看哦。无袖连帽上衣，无袖连帽，哈，听起来不太妙，来穿一下。还可以啦，好像这长得真的是很像火鸟会送的衣服哦。可是呢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呢？从我开始玩到现在啊，火鸟都不在家里。我一直想进去看一下它的音响放的怎样，但我就是看不到了。
阿姨，我来送猫草了。哦，太好了，阿姨有放这个。哎，不是吧？那你沙包放去哪了？你为什么把沙包收起来了？这个明明可以放桌上啊。哈喽，阿姨，你有在听吗？不要这样子嘛，沙包跟这个可以共存吧。要这个吗？你这样我送你猫草，你会不会又把音响给收起来啊？猫草拿去闻吧。真的哈，猫要吃猫草才不会便秘哦。这边刚入手了一个 DJ 台，而且是红色的，超赞的，超赞的。但是呢，我现在只有一首，是嗨不起来的歌。好吧，也就只能先这样子了。我太期待了，到底我们岛上的第六位居民会是谁呢？噔噔，第六位居民就是自恋系的嘛。那我以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就是自恋系呢，对我来讲，我最喜欢的就只有三个角色，一个就是小润，另外一个呢是福特，再来就是杰克。所以呢，只要是这三个其中一个，对我来讲就是中大奖。那如果不是这三个呢，就对我来讲，其他的谁都一样了。究竟会不会是这三个角色呢？好紧张哦，天哪。好吧，好吧。嗨，赖恩瑞，你好。第六个岛民啊，而且不能拒绝啊！你看，两个选项都是叫他住进来，你也搬过来住就好了。好啊，交给我吧。哎呀，可惜不是我说的那三位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就先暂时跟赖恩瑞好好相处吧。艾里克，客人说要住进来。我已经邀了哦，真的。盖新房子，对。交给我吧。好，那把赖恩瑞的家呢就盖在这里咯。好，这边也有一棵树要消失了，在那之前先确认一下它不会掉叶子。好，好像是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就这里了，就决定是这里了。好，赖恩瑞，你就住在小桃家旁边了。好啦，至少是个帅大叔嘛。对，已经找好了。赶快，就搬过来吧。等他搬过来之后呢，
我们就可以开始去找剩下的岛民了，所以也是不错的。是不是应该先买个垃圾桶啊？感觉好需要。请问这个塑胶桶多少钱呢？1000块啊，买了，至少实用。又到了期待的送礼时间啦。哦，他电话有摆在这里啊，可是他书堆不见了，天哪！哎，你旁边不是还有个空位？哎，你的书堆呢？哎呀，微波炉放在瓦斯炉的上面，这样对吗 ？Hello， 七七，微波炉不是这样子用的哦。哎，我以为你是这个岛上唯一会做菜的，看来是我错估了，是不是？来，我这边有礼物要送你哦。我今天呢要送他们水果，5颗梨子包一包哦。对，学校桌子也太好了。因为呢，我们初期很难拿到家具哦，就是努力的送礼物，然后从居民那边拿到回礼哦。所以现在初期呢，每天的送礼时间是我最期待的时候啦。来，这个给你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那个圆凳上面原本是放那个果汁桶的，那现在换位置了。来，梨子。钢琴椅子，哇，不错哎。你不摆在你自己家吗？哦，对哦，我都忘记快乐家协会了，等一下来去看一下。结果阿盼他家还是这样子尘土飞扬啊！你睡在这种地方真的好吗，阿盼？我就来看看快乐家协会给我打什么分数啊 ？A 级还不错嘛，我就这样一个小房子而已就有 A 级了，达成了10000分的记录了，太好了，我拿到一个奖杯哦。好，我买了一个比较嗨的歌喽。而且是火鸟当封面的哦，嗨起来！完美搞定了，赶快赶快！哦哦，太好了！太好了，这样我之后呢就可以。很顺利的去找新邻居了哎。哦哦哦，这个太需要了吧。那今天还有一个任务呢，就是我们要来把这些南瓜给摘一摘，然后要干嘛呢？因为我没钱了，我要拿这些南瓜去卖，看能不能卖到一个好的价钱。哦，太好了，有18000哎，也不错了。哎，小桃，为什么你头上有蝴蝶结？谁送你的？你要这个吗？来，赶快给我一个好的回礼吧。不是吧，小桃？你确定这个东西适合我？你不能因为自己是偶像少女就送我这种偶像少女会用到的东西哦？你确定？你确定？你说说，你说说，你确定这可以吗？的确也是很惊喜啊，赶快，我有礼物要送你。来，这个芭乐，哦，不是芭乐，梨子。我一直觉得它长得比较像芭乐。来，拿去吃吧。
哦，运动坦克背心，今天你是刚才去服饰店那边买的吗？不要跟我说是一样的颜色哦。哦，是红色的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好，现在南半球的确是可能比较适合这个。然后火鸟穿着毛衣，无所谓，好热，对不起啦。你可以换个比较凉爽一点的衣服。来，来，你会回送什么呢？洋娃娃哦，这算是火鸟送我的礼物中最好的一个了吧？圣诞节还是很热，对不对？所以像之前漂流那样子，种一堆南瓜真的是可以赚不少钱呢。再来，今天呢，我们来美化一下这个狸猫商店附近哦。先把这个两棵树给移走。然后呢，在这边摆上一个塑胶桶，然后这个回收箱跟塑胶桶，非常的搭。那我们在这边呢，也种个绣球花。这边盖个小栅栏，刚才我们拿到的学校桌子呢，就可以先暂时放在这里，然后把洋娃娃放在这边，绿绿的，可以。那在四天呢，就是圣诞夜啦。不知道南半球的圣诞节到底是怎样哦？应该零零六还是会来啦，虽然这里看起来就真的是跟火鸟一样热哦。那现在呢，就只能用我们现在拿到的 DIY 以及入手的家具，努力的来布置这个岛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是朝着三星努力哦，把 KK 叫来岛上。好了，那我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收看哦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啦。